美国绿卡得之不易，放弃也难。放弃美国绿卡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一，主动放弃美国绿卡，如果你在美国境内，可以登录移民局官网查看 I-407 表，根据相关条例放弃你的绿卡即可，家人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。二，被动放弃绿卡，一般来说以下三种情况会被迫放弃绿卡。一，被判处一年以上刑期的绿卡人士会被吊销绿卡遣返回国。二，在境外待的时间太久，被认定放弃在美国的居留权。三，申请绿卡时资料作假，绿卡身份同样会被取消。放弃美国绿卡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呢？一，失去税收居民身份。二，需要遵守出境税要求。三，放弃移民福利。四，影响享受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资格。总的来说，放弃美国国籍是一个重大决定，过程复杂且昂贵。美国中信旅游在美国以及多个国家领事馆备案，享受免面签、材料代传递服务，为您提供更好、更快、更专业、更高效的服务，为您定制最合身的方案，做您身边放心的出行专家。